根据世界咖啡师大赛的冠军的手冲标准来做的一个设计定义，它的整个流程按照从开始的一个取豆、磨豆、闷蒸、冲泡和清洗一系列都由它自己独立完成。它是一个双臂六轴的机器人，所以在取任何的一个部件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。整个流程是5分钟左右。